我再回去再跟你讲，都只打半年，酬劳还没给你，你搞错。那先给酬劳，是所有的艺人都是这个样子。没有，我没有。还为了这句去纹眉秀眉，用心用心，把卡送人家。你们的快乐好低俗。伯父，我要跟王冠结婚了，对。对对对，不行不行，你再拖下去就要四个月看得出来了。打掉不行啦。OK OK， 好。好，前面办就好，对不对？地方我们现在饭店都满了，所以给他二兵。好，拜拜。烂戏就是一千。你们要不要先走？强迫我们浪费时间。这个都不我就不啊，房子够了。收我一千。我的。这真的是我昨天的，在裤子里面。豆哥，你要帮马哥出吧，敬老尊贤的啦。马哥出啊！去玩是为了让他自己突出的年纪，大家看到。事实证明，你跟大家买时间，剪就剪掉就好了。剪掉，可以剪掉，但是你浪费所有啊！对啊，你还是剪掉吧。我回想起来，我就觉得很难过。一早就剪了，天啊！天啊！我刚刚也是被叫出来的。你不要打电话了啦，爸爸。这个礼拜一定要爆料，要坚持啊！这里有洗钱，这里有洗钱方式吧？我再给你回去，我再回去再跟你讲，都只打半年薪，酬劳还没给你，你搞错。而且，那先给酬劳，是所有的艺人都是这个样子。没有，我没有，这演的好细致，荒谬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还有对话空间，超对话，这边真的袒露自己，很下流，真的。没有，太露骨了，真是啊，太精彩了，花那么多时间瞧出来，然后哎，先让我走，还为了这句去纹眉秀眉，用心用心，把卡送人家，你们的快乐好低俗。三号，三号会中吗？没有，我没有在录影，我是突然间还想出来。对，我们要来一个，都是游民。好，你说三号是不是？好好好，那我看看，没事没事，待会再跟你说。对，那个这礼拜你要记得帮我开三号上班。没有，上个礼拜全程都录，对，全部报。好，对，一样报，对，结局对了。报掉。伯父，我要跟王冠结婚了，对，对对对，不行，你再拖下去就要四个月看得出来了，打掉不行啦。OK OK， 好好，前面办就好，对不对？地方我们现在饭店都满了，所以给他二兵。好，拜拜。自然，今天要进场喽。哇，自然。丧礼，你是送行者吗？杨凡大哥，杨凡大哥，什么意思？礼金都包了吗？哇，谢谢，感谢感谢啊！什么时候吃到你的喜酒啊？啊，你不可能，对对对对对，啊，今天大家都来了吧 ？OK， 那待会我们就正式开始了。今天不醉不归啊！欢迎结婚，欢迎结婚啊！欢迎新娘的爸爸的话，应该是站在这地方等这样子啊。我是新郎，新郎，老婆，你在干什么？你在干什么？今天大喜之日，你在臭个脸干什么东西？漂亮的，漂亮的，是怎么了？是怎么了？你脸这么臭是干什么？是化妆师得罪你还是怎么样？婚纱也没少，钻戒也没少，是该有的都有了，你在不高兴什么嘛？你刚刚那么凶好不好？我没有凶，我说从一开始就你就脸就臭到现在，到底是怎么了？爸妈又是爸妈，我们两个在一起还是我跟你爸妈在一起？他们不懂，而且我已经花那么多钱给你爸妈了，他们还不满足，是嫁女儿不是卖女儿嘛？我跟你讲，趁现在婚礼还没开始，你把你所有的不满还有什么要改进，你说讲，我改变，我改进，好不好？这个场地很烂啊，你闭嘴啊，这里好冷哦。好冷哦。爸妈，回来吧。这个场地以前我来不会那么冷，因为二兵他是要改进。结婚后，要延续那个剧情，然后都是很先进的，而且你说你怕热，我才没有选火葬场那边。只有讲了，为的是你啊，是不是？好
我是爱你的，我是为你想。啊，亲一下，来来来来来，来亲一下。哎，记得我当。还有还有，什么东西？可以坐下来看吗？记得。那一年，那一天是冬天，上下的没啦。我在外面吃完一碗面之后，我散步回家，我在路边瞥见了一个红包。我捡起那个红包之后，我们就在一起了。老婆，是鬼。我今天才真的看到你，你是这么的漂亮。哦，原来是鬼新娘。冥婚是冥婚是冥婚，冥婚冥婚。那什么事？谢谢。来，对，好了，就这样。啊啊！